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奇美博物馆。奇美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景点之一，不但可以增加光彩，对奇美博物馆则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法国的斗牛犬，是一名台湾年轻设计师的作品，将原本可爱的发都放大成毫米高的，交换了人类与狗狗的角度，非常的幽默。而当你抬头往奇美的屋顶看，除了看到蓝天白云外，还可以看到一位天使注视着你。然而，天使取材自于希腊神话故事的信息女神，左手高举桂冠加冕，右手持有号角，不仅是传达信息，同时也明确展现一种荣耀与光辉的意象。